感觉我卖的卫星，这两个死神有点帅嘛。马入操作其实已经很好了。电脑什么？电脑六折啊？哼。他妈的，你们杀了我们吧，好不好？不要说了，妈的，要么就你们，要么我们去跳楼，你们就逼我们跳楼嘛，对不对嘛？不啊，打这一折，幕，不打折买一送一。我们两个，你妈的，加上你妈的那个法人，我们三个你妈的去跳楼，我操，找个高楼去跳。家里面，哎，吕布防得很好啊，家里面。他死神进去看到了，看到你女儿了。模糊是为了大家不卡，我放的 720P 的，对不对嘛？平时都看 1080P 看惯了，模糊是没办法，因为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服务器，然后它能够跑到 800K 左右，800K 看 720P 已经不卡了，蛮不错了，不卡就谢天谢地了。马入这波压得很凶，但这波必须要压出一点优势，不然的话，这个卫星已经运营上领先了。哎呦，这女妖其实占的还可以，占便宜。Time 尸体已经凉了，他们不要想 Time 了。哎呦，马入这波血亏啊！打不下来，这些怎么打得下来嘛？这波又被锁一波，哎呀妈的，这卫星感觉比马入强啊！人口已经落后18个了。其实到最后，我告诉你们，到最后，其实选手之间只有风格相克，没有强弱的说法，就是实力差不多时候就只有风格相克了。那也是，差的反正大家都差不多，其实水平。对。今天的发挥怎么样，或者是风格怎么样，就这样了。他们说你们电脑前100个5折，后再100个5.5折，然后再6折，你妈的，这些二五仔，还杀了我们比较。你们捅我们一刀吧，我们三个人慢慢站在这儿，你们一人捅我们一刀，要买电脑的每个人捅我们一刀，切。不要再说了。这两波交换下来的话，吕布还是把优势一直保持着。这个优势保持下来的话，就很可能让自己这个三 G 地啊，就开得非常的舒服。三 G 地开起来，马如三 G 地就三 G 地压力太大了。这波。就一直马如现在，哎，这两船兵一定要投他东西啊，投不到输了，马如就直接死了。吕布现在就是滚雪球呀，对，你马如必须要通过一个进攻，把自己的这个劣势扳回来。被抓到了，但你这么被发现了呀，我觉得马如还是得输。卫星这个正面推过来这一波非常凶啊！怎么回家？卫星意识到了吗？他意识到了，他也打不进去。反正自己战网也开了，啊，这边也被看到了，没什么机会，哎呦，直接被偷光，卫星这勾的真的好，马路想吃，但是没想到后面有坦克架，被勾了，坦克一打，他直接就压上来，而且三个坦克这波，马路现在很尴尬，他开三罐又太晚。这个时间点，其实这个导弹出来就很鸡肋了，没什么太多用，就你挡坦克的子弹了，单块肉盾，
也就这样了。吕布的兵相当多啊。感觉这两个人的运营好像是有点差距的。对，马路的运营暴兵有问题。역전할가능성이더낮습니다불리하다불리하다생각했을때는오히려더주눅들기때문에근데진짜불리하긴해요이게제가테트전전문가로서말씀드리자면조성주선수기때문에격차가이정도밖에안나는거예요这样的一个对词其实双方其实都动不了啊解放者해병이딱왔어都没问题现在下一个问题就看马路能不能在正面 hold 得住。我说就是卫星现在就滚他雪球，你滚到最后就是别人的围巾带那个制空站住，然后一会儿解放者打破平衡，就这么简单的。对，耶，围巾呢？怎么死了？他围巾怎么送？哎，他围巾怎么送了嘛？不过好在还有两个解放者，还行。马路退一步，这样解放者还是有点凶的。好了，刚才围巾送了太尴尬了，制空站不住了。对，如果围巾不送的话，制空站住这个三矿可能就掉了。啊，这待会儿这个攻防会差很多啊。马路的攻防还没升，围巾攻防已经升了很多很久了。两攻两防还是多升一会儿，优势还在卫星手里。好，换家了，要换家了。马路意识到了，直接回家吗？拼一枪！哎，不会这都捅死那个卫星的吧？不可能的呀，这怎么捅得死嘛？展开直接上来呀！他可是卫星啊！他这个展得很好啊，马路。没有没有，我觉得展得很好也没有。解放者到了，这不正面肯定是捅穿的，但是就是。啊，他背面被包了，完了完了，还是全倒。卫星这一波包上来，他没救了。就卫星还是把自己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对，战损有优势的情况下，最后还是把这两个人互换嘛，换到最后他还是赢的。好了，包了包了包了，全倒。包完之后，现在卫星四矿已经在开了。马路现在三矿都没飞下去，双方的这个经济差距已经很大了。太稳了，卫星军。那卫星给我感觉就像围棋里面的李昌镐，石佛，有点实力的，我告诉你。有点稳呢。他们说石佛是李世石，是吗？是李世石吗？妈的，说错了，我操！你这种，我靠！干嘛？你为什么不反驳啊？我差点跟你说，石佛是邓肯。邓肯，你们邓肯怎么叫石佛吧？邓肯怎么不是石佛吗？妈，为什么叫石佛啊？邓肯为什么叫石佛？邓肯是石佛呀！死了，死了，死了，输了。我没乱讲，邓肯就是石佛。看下一场吧，下一场。
下场看上谁，就上个 Duck 什么的看看，是这样说吧，上 Duck 有可能啊，对啊，上个 Duck 什么的玩玩，要不然多没劲呢，是的呀，那这种我们把第三轮看完吧，第三轮吕布都上了，第三轮看完也差不多了，嗯，今天就不吃鸡了吧，那就今天 第三轮看完差不多睡觉了，感谢这个电车痴汉孙逸峰的一个飞机，哦不是飞机，一个半卡，猛男半卡，猛男好吗，这是对，哎，我发现他们这些人好像都已经不在中国播了，都已经跑去那个退去了。废话，他妈的，这个没那个了呀，肯定是。哎，其实吕布还是有些人看的，我跟你说。哎，他算了一下价钱，可能不合适嘛，就然后想降价，对方也不降，对吧？有可能不啦，这种东西有可能的。妈的，可能韩国人还觉得这个价格不、太少了也说不定，你信不信？有可能。他们好像是按小时算的，$100一个小时，我记得。好像是吧，反正按小时算，然后每个月跟你算多少，跟你算。他肯定有一个，不，他肯定有一个线，有个上限的呀。每个月，比如说你妈的。每个月给你那个50个小时的上限，对吧？就是你播到50个小时就$5000结给你，然后你再播多播我也不结了，肯定是这样的。对，你妈的，如果说没有上限，妈的，他1天24小时，他能够播你妈15个小时，一个月你妈就是多少小时嘛？对，1天15小时，一个月就是你妈450个小时。对，他好像是这样算的，但具体我们也没问，也不关心。感谢大家办卡，感谢大家办卡。对。我说可能是那个，可能是比如说上限是50个小时，他也有可能上限就30个小时的，这说不清楚的呀。嗯，因为具体我们也没问嘛。但反正肯定是后来价钱谈不拢。对吧，就平台方可能觉得你就这点人，但是你收那么贵，那我觉得挺亏的，然后可能这边韩国选手也觉得他妈的老子就是这么贵干嘛，然后就谈不拢就走了。像Moon也是这样的，Moon之前在斗鱼播也是，后来就是价钱谈不拢嘛，要降工资嘛，他合约到了之后要降工资，第二年比如说你第一年可能，比我打个比方嘛，可能第一年比如说Moon你过来播是200万一年。但是第二年可能第二年看了你的第一年播的数据，然后觉得你虽然名气很大，但是你实际数据不是很好嘛，那可能妈第二年50万你再签不签，那他默认觉得有点掉价嘛，就不签了嘛，就那么然后找其他平台嘛，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儿。然后关键你妈其他平台也不要，然后他就尴尬了。对啊，然后后来可能去其他平台别人也不要嘛，所以就后来就不播了嘛，就这么就这样的，我跟你们说。我就打个比方，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问过。感谢西雅图孙一峰的一个飞机啊，感谢感谢感谢。打个比方跟你说，那叫没互动，主要是还是他后来请那个翻译帮他互动，但也没效果。翻译不行，翻译真不行。而且我们说韩国选手的直播风格就有点奇怪，他们的直播风格他妈一本正经的，你知道吗？妈的，我告诉你，端在那里什么马入，还有什么 Indomation， 你妈特别是马入，你妈从来不跟弹幕交流的，他妈他打他的，你妈弹幕说自己的，他本来就交流不了，他又不认识，怎么办嘛？然后你妈的吕布也是，你妈最多你妈再腼腆的笑一下，交流最多的反而是狗哥。哎，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其实你千怪万怪，就他妈怪 Michael Side， 其他谁都不要怪，他妈就怪 Michael Side， 他你妈每天带校长打2v2，你妈打的不爽，你妈校长现在去吃鸡了，然后校长就不管这块了。
对不对嘛？妈都怪迈克尔赛德，妈的这个锅背的，我操！你怎么不是他吗？就是他，无言以对，我操！对不对？如果校长天天打二贝尔，打星期打得很开心的，你妈就这点钱，至于吗？其实当年的 Parting 在直播效果这块要比这些就现在这些人要好多了。对，对对对对对。说莫爱良一说真的，对，我说最后就千怪万怪都怪迈克尔赛德，就像你妈的这个皇马输了球都怪本泽马是一个道理。狗哥还可以，狗哥还会两句中文，还可以。嗯，把 Parting 心太花了 ，Parting 心太花了，所以很难那个踏踏实实下来做东西，心太花了。哎，我觉得只有这种语言不通，的确是个非常弱势的一个地方。废话，但是也有肢体语言，你如果肢体语言能表达的好，也可以。肢体语言干嘛？你妈，你看那些韩国那些妹子过来跳舞的，他们都是用肢体在说话，好吗？是不是肢体语言？他们还是会点中文。妈的，开始那些。这下一个人到底谁骂他们？这下一个谁都不知道了。妈，没人了呀！妈，样现在也开始转解说了吗？哎呀，你妈，我不是懂。就很简单的，我告诉你，那些你妈妹子在这边跳舞，我告诉你，除了她肢体语言之外，还你妈的有眼神，我告诉你，时不时的你妈的眼神看一眼，你妈的这种很妩媚的去看一眼这个摄像头，就你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也只是偶尔看，你知道吗？我不是你妈每天在那边看。还有你们不要以为黄一东不看，黄一东也经常看的。哎，老子真是偶尔看呀，我操！直播流鼻血，你妈的！这倒是真的。那是因为我最近身体有点虚，然后那一天有点累，知道吗？不是很正常吗？你们这有什么好黑的吗？妈的，鼻血谁没流过吗？你没流过呢，黄玉东，我不信。我很久不流了，好多年不流了。你们不要再说什么星辉国际，老子真没去过，里面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哎，就唱歌的地方呀。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世面嘛？那就唱歌的地方呀，有什么嘛？妈的，没人了是不是他们？我靠！没人了，没人了，我去主频道看看。啊，他们肯定也很尴尬。不要，妈的，这两个逼没有进到组织里面去，别人没邀请他们。
去你妈！来了来了 ，Impact Impact， 看看吧看看，卫星打 Impact 还蛮好看。嗯。啊，今天不吃鸡了，不吃鸡了，时间不早了。妈，老子本来今天打算跑路一天的，我操，休息一下，我操，好累啊，最近这段时间。感谢这个自爆卡车孙一峰的一个高级酬勤啊，感谢感谢。Impact 的这种二流虫族，你妈的，待会儿就被你妈卫星 A 的妈妈都不认识，你们看着。哎，刘婉露好像比刚才好多了嘛？没有呀，只是因为我开的是 720P 啊。哦，也是。好，就把这场看完啊，看完睡觉了。最后一场啊，兄弟们。最后一场，看完睡觉了。这场，哟，这是什么图啊？这是那个紫金卫吧？对的。有点远的这张图。我这上一次好像 Impact 也是在这张图上跟那个吕布打的，他们俩打过很多次了。感谢这个星辉国际张总的一个飞机啊，妈的，以后黄云东多去照顾照顾星辉国际的生意啊。去不起。去是多少钱嘛？嗯？去是多少钱嘛？不知道，从来没买过带。妈，你是过去蹭的呢？都是别人应酬呀，别人出钱的呀。你妈的，感谢星辉妈妈上91的飞机，我操！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当然你都说买不起，那就说明有点贵啊。买不起。哎，多少钱嘛？我都记孙子。你妈，你再说我就记你账了。法人帮你买。好不好？哎，不要说了，我们你妈的抽两个，你妈抽两个，抽个奖你妈的，然后我们带你妈的抽奖观众你妈去挥霍，然后法人买单。那法人估计是要提把刀走你门口来坐着。好了，这盘吕布是选择裸双啊，裸双之后然后 VF 开，我们看他这盘怎么打。吕布裸双，我估计跑个火车直接就三开了。火车，他这个三矿感觉不是很快啊，如果正常情况下 VF 下了之后就应该三矿开出去了。没有，他还是先用围巾控着图，然后再出那个三基地的，应该是这样的，就火车在前面跑一跑。 Impact 也算是现在中国比较强不韩国比较强的一个选手啊，还是很有实力的。嗯，Impact 的本身他的基本功什么的是没问题的，就有时候打的头比较铁。吕布是两导弹车开局啊，这是什么开局啊？我已经带两导弹车，提出王子就在你脸上放着，你出导弹车好了，没关系的。好，直接三开，锁房子也锁不掉呀，这个。
直接放一个毒爆重潮，空投毒爆准备。两岛单车，这个不要去压哪里，出去走一圈先，家里面再出个渡鸦。你别走街坏，我还是想看看生化部队的。他不会乱打的，$500一场，好不好？$500一场的兄弟，50000韩币呢，不少了这个钱。对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至少。就哎呦，接话了，接话了，接话。吕布 TVZ 最近好像很喜欢接话，不是吕布最近 TVZ 很喜欢接，而是我觉得所有人每个人的对每个人的现在 TVZ 都需要接话，因为现在的确那个生化部队有点打不动，赤色狗毒霸太强了。你想嘛，你为什么能赢厦门水牛，还不是因为你赤色狗毒霸他正面完全挡不住嘛？那倒不是，他跟我打还没到赤色狗毒霸他就死了。你妈的，那我怎么 Impact 的这头四个女皇非常好啊，这个就搞得你这种现在走街化，现在这个阶段的虫族就很人族就很难受。加口血装了走，哎，这飞不下去吧，你这样再加口血，先要把这个围巾先点了，漂亮。哎呦，两个操作都很漂亮，我又把围巾点掉了。可以，我吕布这个操作赢了，吕布这个操作赢了，最后本来 impact 的点极限，对，本来 impact 的想到点掉我就走了。下面还穿了个多线，两个人其实两个人节奏都很快，这盘打的真的够极限，这个是啊，这样我觉得虽然 Impact 的这个地方被骚扰，但是整个形势感觉他还是小优势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真的他这个局势 Impact 不是一个小优，首先你们这个局势是个大优好吗，吕布现在被牵着鼻子走很难受啊。不大优你就有点说的，极限化这种东西现在手是很正常的，过一会儿他推出来了一步才知道优劣，就是现在我跟你说，就是 Impact 的占主动，你不要说优劣势了，就是占主动。他侦察到你接话之后，他就压得很凶，就非常占主动。感谢新辉马夫孙一峰的飞机啊！你们他妈的能不能注册一个新辉黄旭东嘛？新辉国际黄旭东，我操！不是，有很多东西你去过你就承认，你看我就是大大方方承认，别人就不会膈应我。老子真的没去过，我去过，我肯定承认了，我真没去过这个地方。那你以前去的那个地方吗？我没有去过，哪里他妈都没去过，偶尔你妈去一下。那是哪里吗？你说嘛。我忘了。那你就不诚恳，你这个人。哎，你妈的！以前去的那个叫什么？我想想看，叫什么？你妈上海之夜！我操！上海之夜是哪里啊？是的呀。强行打不进去，农民拖得很好，火车下直接顶住了。上海，我百度一下。你妈的！看看在哪里，还真的不知道，听都没听过。那上海之夜是徐克的一部电影呢。哦，曹暴露了，在曹暴露，我不知道，我都已经忘了。查到了呀，曹暴露。曹暴露那段很污的呀，孙一峰。妈的，你怎么知道很污的嘛？我听别人说的，曹暴露那段特别污。哎，你原来你们都是这种地方的啊，素质太差。我不知道，你妈，我也是被网易的兄弟带去的，我操！你是不是笑一笑说网易的兄弟是谁？是不是啊？不，算了啊，算了，好好看。妈的，你要说了，我可以说出来的，我无所谓的呀。好看比赛，看比赛，看比赛。妈了个臀！
합니다. 2분 뒤에 채팅창을 좀 보도록 하죠. 일단은 지금 임팩트의 제 지보 야지주고 다시 잘한다 요시라. 这几波压制完之后，整个这个节奏全部在自己手里，而且五矿已经运营好了。你们说的，你们上面说的这些都不是好吗？我知道他说的是哪些网易的兄弟。干嘛？你冷笑一声是什么意思吗？哎呀，不是，你们说的都不是，你们说的这些都是网易暴雪的，你们说的是网易暴雪的，跟孙一峰不熟。孙一峰，网易暴雪的人都很正直，我告诉你，不是不熟，都很正直。对啊，网易暴雪的就不会去这种地方的，对不对？孙一峰带的都是，哎，算了，不说了。感谢上海之夜孙一峰的飞机啊！你妈的，那我问一下你去哪里的嘛？新闻国际啊？啊，跟谁去的嘛？啊？跟谁去的嘛？张翰他们呀、啊。妈了个蛋！这很正常的嘛，大家谈生意嘛，有时候那边。对对对。那有什么嘛？好了，不跟你们扯了，看比赛，看比赛。Impact 的农民有点多啊，91个农民。这两波吕布还是有一波推出来的机会的。对，感谢祝从军的一个飞机啊，感谢。他有一波机会可以拼一枪，但是呢，我觉得 Impact 这样打很难有机会，因为他现在你抓出来我就空投你，你怎么办？只要这，但是这波如果被什么围巾抓一波的话，那就不好说。干嘛？批批个屁呀、啊！干嘛？我老婆知道的呀，有什么吗？好，大规模空投了，干嘛？是的，我老婆是知道，她来接过我的。她不叫你不要回去了吗？没有，我吐得不得了，有时候。哎呀，遭中了这波。有时候吐的。哎，没点、啊。投下来了，死了，吕布死了。如果能点到三个房子，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说。没有的，哎，这波你说有机会守下来吗？那守下来也死了。家里面穿了31个农民没用啊，穿虫子没用的。好，不好事，他91个农民，现在你看他农民还有80个。他问我这个搓一板，不会会搓一板的，怎么会搓一板吧？哎呀，我跟你们这么说，是剧本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们都知道张傲汉呢是小四的这个妹夫嘛，对吧？对不对嘛？然后呢，那个小四老婆派小四去当卧底去监视张傲汉，但是呢，没想到小四早就已经被张傲汉买通了，你妈的，已经在那边各种嗨，知道吗？然后回来谎报个军情就结束了，不就这么简单吗？与其改变世界，不留同流合污，这是你妈你教我的。素质太差了。这基地开不出去，吕布憋不起来啊，这波部队。啊，还是强先把这个基地开起来。他还有一波机会，只是现在这个他有点换不起。他换不起了。他换不起，有点，他没存款了。除非 Impact 失误一波。不是失误 ，Impact 要足以打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战损的差距。就这样的，他冲上来，我说 Impact 冲上来，就这波，然后飞蛇被围巾点了，然后正面没打过，他这个三线投的有点好。只要家里面有波刺蛇，你的计划就出不了门，就那么简单。
오병재 대 이병렬. 어 빨리 때려야지. 지금 이러면서 네 모리곤주 준비해줘야 됩니다 무조건. 네 아 이신영 근데 지금 고병재처럼 나갈 수가 없는 게 지금 김준혁이 뒷마다 계속 견제하고 있고. 还好啊，我觉得吕布这两波手腕，这是因为对手送的太多了，对手送了一波了，这波战损真的还好。 哎，我有种要翻的感觉啊！不不不，等 Inbad 再送一波就翻了。对啊，我就有一种要翻的感觉了，就这样打下去真的很容易被翻。飞德现在很重要。我真觉得现在这个拉坦克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想耗，不，你耗你不应该拉坦克。这时候你应该去打一些围巾什么，因为你待会儿是在这边变大龙的，你坦克有什么用嘛？打坦克，坦克待会儿多不就误伤嘛？不挺好的吗？你坦克拉来拉去拉，拉完之后还给对方腾出人口来出围巾，出那个雷神，是不是二嘛？吕布现在最亏就亏了，他没钱转型，一波没打好就输了。요정도면지금잘하고있기때문에이게지금근데지금그아까이병렬선수와고병재선수때처럼약간무리군주这一波看拉看拉看拉围巾要抢围巾也要散开跟他干哎呦吕布很聪明啊分了绕了一波坦克去打但上面有坦有大龙房啊对对对那就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分的三个大龙，正面的感觉，这波有点凶啊，这波雷神，没有，雷神站不住，有点站不住。毛你妈，只剩下两个大龙了好吗？直接被秒了，下面还被强点呢。哎，真的要翻啊这样。出了九个牛。啊，他为什么这种时候出牛嘛？他正刚一波正面呢，没，他坦克换完了，出牛是对的，没问题。但问题是这个地方你赶紧回来用大龙把这波坦克吃了呀哎这个坦克肯定就只有死路一条问题就是打多少个基地而已银贝的存款还是比吕布要多这个是对吕布现在没有办法耗了还是输了不吕布还有两片矿吧三片吧看到牛了这个时候不出门的呀看到牛上面直接喷了用这个喷的这个是对的直接喷我已经赶紧过来了，我已经来了，我赶紧叫全所有开始修，应该修得住，不敢打。这上面下面有雷神，不敢打。哎，这真不好说，你这波转一波牛，吕布看到了，主要是他看到之后，他只出雷神和坦克，你还不一定打得过。就看这个雾的怎么样，雾的好就结束了。他就两个飞蛇，而且还有个没满血，过去被秒了就搞笑了。吕布防守其实很虚的他的兵只能防一面其实银贝的这波至少端一片矿端了就大油这片矿端了好先过来可以这波可以这个坦这个深蹲机可以、哎、好漂亮下面这片矿端了漂亮这个分兵但你不能送啊、哎、你不能打呀这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你等牛回来一起打呀你这波主力要送了一会儿被别人一波反推推死就搞笑了我没看懂啊我靠这波他都要强打还行吧大龙没死还行大龙没死就还行就现在就继续甩雷神我怎么感觉要翻呢不他下面应该还有一波牛而且他有波存款现在把这波存款花掉。哎这波不能打了呀这波。
不能再打了呀，你死不起兵呐。这雷神已经无敌了呀，雷神。他最后存了2000多块钱，看他出什么。最后这波他在思考，应该是，他应该在思考。思考个毛啊！刺蛇按下去，刺蛇蟑螂。他现在就没按呢，你看他在思考呀，他在想出什么。2000多块钱存着，不是他不知道在出什么，他不能乱出。翻了。我说他现在就不能乱出兵，他一定要出一波打得赢的。刺蛇摁下去了，最后还是决定用刺蛇打。不，你这波打赢了，你下波怎么办？还是我说你用这个部队去耗，还是耗不过人。你最后还是要靠那种没有战损的，比如说那个宿主这种东西来耗。宿主耗，你要在那么多围巾，你宿主没到脸上已经没了。我的意思说，你只有靠宿主耗才有机会耗得过。其实当时你如果说你大龙多变点，变个20个大龙强行 A 过去，我就不信能挡得住。你就不要变那波牛，那波牛其实作用没那么大。对，你大龙弄下去之后，然后再弄几把雾，然后把雷神一雾一雾，2个大龙输出马上就没了。雷神没有，我觉得刚才他就刺蛇狗毒爆都比出牛好，你觉得对不对吗？啊，果然是二流重组，没有办法。哎，他你妈拿过韩国冠军的。啊，现在呀，曾经那段时间，他有段时间是韩国顶级重组。万一这波他打赢了呢？不可能的，这波打赢了。吕布失误被他吃了一波，他是几流重组。不要说这个局面，一赔二，你敢不敢赌？不接不接？我不如我一赔三，一赔五，不接。哼，一赔十。一赔十我也不接，我不如我治。我要么智力有问题，我就接这种。他现在纯刺蛇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一波？飞蛇还有点多啊，一赔十我有点想接啊。来啊！一赔十，他翻了就一赔十是吧？对啊。来，一顿嘛，不就是？来呀、啊，来啊！好，一赔十啊，一顿日料啊！啊，你妈你拉呀！你现在去雾有什么意思吗？你拉呀！你把飞蛇怎么就死了嘛？刚才那么多飞蛇，你拉过来慢慢秒啊，慢慢耗呀！你想什么呢？哎，算了，鸡，你不要拿，刚才闭嘴！鸡了，没机会了。刚才闭嘴，刚才不要听，真没机会了呀！他妈飞蛇都死完了，如果有那波飞蛇在，还有点小机会。讲真，还有点小机会。刚才那波赢了，死了，那波刺蛇被包了，没机会了。那波飞蛇在，还有点机会。他如果飞蛇刚才拉一波雷神过来秒了，说不定还有点小机会。上面的矿也被偷了，没用啦，这个已经没用了。这有什么意思？我承认他有点铁血打的。铁血有什么用吗？飞蛇过来，雾一把。你现在想起来拉，你是智障吗？这个，还行吧，还行吧。不重要，没关系，不重要。只能说打的还行吧。赢了，已经赢了。下面没矿了，输了。好，日料到手了。想赢我，老子看得懂局势的好吗？那波飞手早点拉早就赢了。算了，一赔十这个可以上的，说真的。是的呀，一赔十不是没机会，这个是，只是机会小一点而已啊。妈的，本来一赔十就博个冷门的东西。对。早点这么耗嘛，你看对不对？早点这么耗嘛，你刚才7-8条飞蛇你不这么耗。我靠这什么意思啊？哎大哥，你要那么铁血。哎大哥你疯了吧。哎，有实力，牛逼，30个农民换了2个火车。耗不起了，这吕布现在矿太多了，耗不起了。妈，这盘绝壁斩，百人斩好吗？这盘，
他已经发板子，他已经发疯了。刚才，他刚才其实不出了一波牛，把这个资源拿来救出这个刺身，飞蛇也赢了。对，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吧，好吧，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睡了，睡了。各位拜拜拜拜，各位猛男们。